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户史记。你知道饺子馆里调的猪肉馅为什么那么好吃吗？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猪肉馅的做法，可以做白菜肉、青菜肉等等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猪肉，最好是三分肥七分瘦的，然后将它们剁成肉末，剁成这样就可以了，放入大碗中，碗中放入葱姜花椒，搅入温水，用手抓捏一分钟，让调料的味道充分的释放出来。用滤网过滤一遍，倒碗中，把葱姜水倒碗中，然后搅匀。放点食盐、花椒粉、胡椒粉、鸡精、蚝油，放点生抽、老抽、食用油，搅匀。打一个鸡蛋清，搅匀。放入葱花，浇上热油，激出葱花味。搅匀以后，我们的万能肉馅就做好了。做好以后放在冰箱里，随用随取。这样做的鲜嫩入味，不腥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